好，我是贾静雯，我现在人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 Dior 总店，所以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我今天配搭的穿搭呢，就是适合拿一个 Lady Dior 的包，在 party 的时候非常实用，因为基本上你不会拿太多的东西，女生喜欢带一些有的没的，我觉得到了 party 就要简单，所以这个包包的大小对女生来讲非常适合。给你们介绍一个在台湾的 Dior 是没有的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家饰。我每次只要看到家饰就会忍不住的多看好多好多眼，因为就很想要购入回家。我自己很想带回家的是这两个，这个有可能是水瓶，也可能是红酒瓶，也可能可以当插花嘛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行，但它真的好美哦，你看里面有一个爱心，是不是很想带回家？我真的很喜欢，我觉得男装的鞋这次也超帅气的。然后我自己本身看到这一双 B23， 不管是它的设计跟它的这个厚度，应该都是男生会想要拥有的一双。最特别的是台湾现在还没有，是因为它可以自己配上面的一个小配件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超可爱的，我都觉得超级好看，所以是不是想要拥有一双呢？